伟霆我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就在7月27号发行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多多支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ry 曹格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因为在海外有工作，所以我无法出席 Wendy 这个发片记者会的这个大日子。在这边，再一次感谢大家来支持 Wendy 的这个发片记者会，然后希望他的音乐还有他的个性能够感染更多人，让现在的这个听众可以感受到温暖，常常带着笑容，然后感动这个世界。嗯，我是你的 Gary 曹格，新专辑名称叫 Peace。 曹格有没有说什么在这个记者会前？他说 Here we go。 就这样，他其实不太常就是亲自训练我，比较是制作人跟我在一起比较多，他其实还蛮算是蛮温柔的。那你写的歌给他听的时候会很紧张？毕竟曹格也很会写歌。我现在学会平常心，我就尽力。对，但是他我觉得紧张的是因为他一向反应都是用表情，他不太说话，所以我会揣测他在想什么，这个会紧张。新人有静态这个吗？没有，其实公司蛮鼓励我谈恋爱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可以就是帮助创作，然后人要有一些经历。但是老板会比较就是会关心嘛，有见到面的时候会关心，说如果我们交到什么不好的朋友，像感觉好像爸爸一样。